来自印尼雅加达的陈凤林是嫁来台湾16年的外籍媳妇。刚到台湾的时候，陈凤林人生地不熟，因为语言不通而遭遇许多困难。也因为如此，陈凤林下定决心要当志工，帮助那些来到台湾生活的新住民。我也是被很多很多人帮助啦，也很感谢所有是真心照顾我 帮忙啦，没有他们也不会我有今天这样子。比如说很多很多台湾人有好有不好啊，不管是哪里都认你一样啊，像这样不是就很好吗？就是、因此他到了台湾各地去宣扬印尼文化，希望可以让台湾人更了解故乡的事和人。他也通过参与文化活动在外演讲，让大家更懂得新住民在这片土地上的努力，也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让新住民与台湾人之间的文化隔阂能够减少一些。他是台湾的外籍媳妇，同时间也不忘帮助那些像自己一样离乡背景的人。他一直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他是陈凤林。